十点十四分，听到这首歌《黄色电的种播生菜瓜》，用这首歌欢迎吴师傅老师，大米实在是有够无礼貌。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大米第一届看到吴老师。我唔捌去上过你的课，不过我知道你这个教种菜的课真有名，真是有欢迎。吴老师，我就感谢你来到秘密之音呢。我电话卡起的时阵，你敢无想讲啊？这什么人啊？就讲要上这部啊？你就做热情的，就搞我答应呢。你一般拢是不是拢大家只要吼对这个想要听这种作有兴趣，你拢真想要甲大家讲。对对对，哈。是啊，讲到农业我就较趣味。好，安尼哦，讲到农业你就趣味。唔过吴老师，你这做农嘛是，因讲是一辈子都是跟农业相关的，对吧？对对对。啊，无你化忝就对啊哈。别个我今年七十了嘛，要你产的。好，你来讲出来，我都想讲我要来又看你几回。应该差不多，对对，我嘛想讲要要七十岁，你已经七十六啊，噶即马农药有伫咧？产咧，产咧，啊！你伫倒位种？伫我家己厝诶，我家己产。伫宜兰宜山是不？伫这里梅州里，梅州里哇，这个伫我龙潭那边。哦，龙潭遐，咱来熟悉吴老师，用一寡基本资料来来熟悉一下。吴老师，你过去做过这个台湾的驻外农技团35年哦，你等于是上个青春年华，这个少年的时阵，差不多是不是迄段时间是属于驻外农技团？对，大部分时间拢在遐，但也未去农经理以前，我伫台北区改良场服务。哦，未啊辞职啊，搭去农技团。哦，是几岁的时阵开始出国？出国二五岁。我你讲啊，够少年呢，迄当阵二五岁啊，出国35年，等于是去过真侪国家，你还记得？哎，去马拉维、沙吉兰、斐济、赖比瑞亚。哇，斯瓦季兰、斐济、赖比瑞亚、马拉维，这拢是接的，或者是讲中午回来台湾大几年啊？捌一届。伫结婚的年都来两年，啊，普通拢是无对啦。哦，那样、你跟他结婚迄两年，当来得瓜囝，得过过去啊。啊，跟太太嘛，娶过去。拢娶过。哦，等于就底下生活这样子啊。对对对。35，当今麦听这部的，无得靠有的人，拢都要无到35岁。所以这35当有够长的呢，吴老师你，迄个35当的这么长的时间，是你家己决定的，或者是有什么生活不得已？无，拢我完全趣味，趣味，真诶，对非洲的农业环境真趣味。啊，趣味伫倒？我一直想要，想要大。等等等，你无非洲嘛，又搁真想要搁去非洲？即摆无啊，年龄大，较难来倒来。安尼哦，啊，趣味伫倒？啊，都环境吼。唔捌讲你台湾看讲面积土地平原那么大，看无着山，气候阁好，土壤阁肥，所以种植叫做唔免转油啊，凊彩种都拢会起来啊，环境真好啊。这对咱一般哦，真正是孤陋寡闻。对非洲的想象，感觉讲这种啥一定拢做歹种诶，感觉拢伤热，啊，拢安尼朴朴的迄个土地。今麦听吴老师你安尼讲，真有肥哈，真肥，嘛无啥需要农。气候嘛好，其实非洲无遐热啦，无遐热，因为伊拢咧高海拔。就讲啊，你种伫马拉维嘛是，规年通伫高丽菜拢种会起来。整年都可以种起来。所以你要知道气候是多好。那当时一过去，当然就是从咱台湾的农业技术带过去遐呢。对对对。安尼，你的这个这么侪年的经验，除了讲咱带过去的，底下你家己有意外收获的，有一寡什么较特殊的个人？人家的讲起来是真农业真农奥啦，咱的技术变成讲。无需要提前管的技术入去，配合因啦。比如讲，伊变成讲，咱也照安尼做，因恶人就讲，哇，你这伤骨力，因做未，做未起来就对了。所以爱少啊，用吸引的方法。就讲对我来讲，因一般拢爱直播。咱餐对因来讲较麻烦。
哦，嘿，干较济啊，是啊，啊个羊啊较苗壮，嗯，哦，咱有诶甲改做用直播诶，嗯哼，哦啊肥料伊土地肥啊，唔免肥料放台湾遮济，嗯，假如安尼放一届啊就结束啊，嗯，哎。你是讲因甲打即卖即种土壤的迄种营养是未解去受到破坏的是无？哎，无，一个就非常关系的土地，你啊新开垦的地拢足肥的，嗯，哎，真肥。那安尼等下咱台湾几年啊？老师，你我转来十六年啊，哦，十六年哦。那你伫咧等下老家宜兰算是你大汉的所在，而且土壤一转来，我感觉做袂适应的无。气候啦，是不会啦，嗯，主要是气候。嗯，哎，咱台湾的种植比非洲国较歹种，嗯，糖国较济，哦，较热。对，所以都这种农药的需要，都等于这无法度好片面，会感觉安尼哦。我都是因为这个都来都听人讲，台湾这个农药的产毒问题真严重。嗯，所以我来转规个精神来研究讲，种这菜，看会卖用化学农药，嗯，用白米啊来代替，嗯，还是用技术上的方法来个撇掉这个糖的问题，嗯，所以我用真济年的时间，家己直直做，直直研究。所以即摆差不多增加，差不多讲农药。目前我就是用这个苏力菌，有种叫做生物杀虫剂。这生物杀虫剂真好的农药，这个是对人无毒。你转了二十小时，你就会使办了。哦，一出的方法就是讲用生化种创鸡啊。哦，啊，哥，我家己毛研究一挂用咱的草药啊，嗯哼，哦，我嘛要你试，嗯，草药啊一挂糖我老好啦，嗯哼，但目前我正家呢来讲，差不多八成的菜哈，唔免用化学农药，化学农药，哎，我今天嘛趁机会学一下，我拢想讲，哦，当即马那工作有机啦，做友善工作，咱拢点点强调，就是希望卖用农药。其实还有分啦，吼，农药有分化学农药噶生物，哦，就是生物杀虫剂，还是植物性的无毒农药。嗯哼，安尼这对环境对土壤来讲是啥物差别？你讲是化学的也好，还是生物的也好？当然，对土壤来讲，农药来讲哦，除非讲杀虫剂，啊不杀草剂。我直接转你土的，会影响到土壤以外。普通那杀虫剂对土壤无影响，伊是大菜，转你菜叶啊顶咧，啊个虫杀掉的。嗯哼，哎，所以对土壤环境没有什么影响。嗯，没有影响。重点是咱这个化农药对咱人身体，重点我是观念上对身体不好。嗯哼，所以怎么来减少或者卖用农药？所以政府嘛，真认真去讲基因谱。对，讲你开始也使用农药，加后期卖用哦，买这个售后之前验没有农药残毒，嗯，或者达到一个很低的程度下可以贩售。嗯，哦，这是咱目前在做。嗯，啊，我的观念是讲做个农化学农药，我全部不用。哦，要这个目标是这个样子。哼哼，嘿，我目前家里种的白菜啦，哦，头茎啊菜啦，各类菜啦。tomato 啦，这种可以做较高，无问题。尤其 tomato， 咱宜兰我知农药全进档，对，可以完全卖全农药，绝对可以做得到。啊，刚好水，刚好水，真素有啊，产量一样，不影响我产地就要买药 tomato 啊。真的，我唔捌做过化学农药啊。这大概真正想要学诶，因为有兴趣讲卖来用化学农药，其实有兴趣人其实是真多。啊，就是因为哦太困难咧，常常有当啊看伊生出来，哈，遐歹着，规个心情拢哦，拢乌有去。对对。其实大米食材即马愈来愈济，有种菜人，有当是因进来卖，阿毛讲进来都家己食有够的好啊。宜兰那么真普遍哦，一般来讲拢是。加加减减拢食家己种的菜是真方便的。嗯，啊，即马伫都市嘛，拢足流行的利用这小空间，一个阳台的好，或者是一个小小的都市空地，因嘛拢真时间要种菜啊。只是讲，不管是要家己食还是要卖来讲哦，都拢会烦恼讲这病虫害。
啊，都会下这油啊啥这，所以讲要像吴老师你安尼，这么多年来推动这无化学农药的栽培方式，是上无简单，而且是搁这么专业的工课。你讲这是家己拄好有热情、有兴趣的对啊？是是是是。我听过这宜山的深高的陈迎昌阿公哦，伊讲宜兰这气候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去年来讲哦，伊是种菜伫咧卖，伊是友善耕作，无系这化学农药的。伊讲迄收成实在是足差足差的啦。所以讲吴老师，那你伫咧看，像讲去年你干嘛赶快有观察到这个情形？我发觉去年的九月、十月糖特别济。哦，叶内虫特别多，普通一般拢是平平啊啦。嗯哼，我嘛捌种一批用草药控制也未掉，嗯、但这批足严重过以后，我就去年的十二月，新历十二月，甲呾菜拢足水的，拢无问题。过年菜我嘛最近拢在挂，拢免用油啊，不用不用。我都告等一下，我告诉你什么方法，好，很简单。等一下，是不是？好，等下我们今麦就是来和这个吴老师的当啉一杯啊茶嘞，休困者。老师，你的名吼，这个最特别，你会当用你的方式给咱介绍你这个名，安那用台语来介绍较好记无？我熟悉者，吴媳妇老师。这个我的名叫媳，罗媳妇，媳就是金字边，就是容易的意。咱但来讲媳，金啊，那个。金食品的是啊，丰富的富哦，我姓个，我媳妇，安尼我太多啊，第一点钟这边要介绍吴老师的是圣公有讲到，我跟你嘛真兴趣要来学台语的一挂各种的标准的讲法，后来听过一个山顶的乌高兄曾新梅。这是山顶的乌高兄，今天咱米米君访问的是宜兰的乌高兄，吴老师，安尼我有个无礼貌啊，对吧？老师，这首歌有印象无？像讲你离开台湾哈侪年，像这几挂较流行的咱台湾的歌，敢有伫咧对流行无？你无无啊？啊，你无你底下你拢听什么歌？敢有伫听垃圾哦？真罕你，真罕你哦！刚老几安尼缠的聊来聊，哦，啊！伫缠你有当会无聊啊，嘛拢无。没咧。你伫缠的时阵，那袂无聊，你拢头壳一直滴叮当哦。你拢伫想啥？拢伫想菜。拢伫想菜哦！啊，像讲即马回来，就拢伫咧想讲研究，讲要安那底只的病痛海边啊。对对。好，安尼我袂当个占用大家所有听众机台，要怎样闭关的时间啊？请老师甲咱讲，你伫咧推广的，就即无化学农药的蔬菜栽培，必须爱有的一挂常识。你有开这种的班嘛？这种课程啊，拄只先讲到你来教大家讲，你讲会当拢免用，免用药啊？嘿，这方式是安那做？咱宜兰上普遍就是用农药上侪，第一餐拢是 tomato。哦，哦，我嘛有亲戚嘛讲，平时开讲讲啊 ，tomato 无药啊，种未起来。我讲不对，因为我蹲了十几年，我种 tomato 就用这个无农药方法来种，我一直拢非常成功。嗯，啊、哦，伫非洲我嘛种 tomato 种真济。所以我对他们都种的生长也生长习性，这个他们都的生理现象我都非常了解，嗯，所以我就针对番茄哈，这里、个、不要用化学农药的方法来种，
一般我哩倒来时呢，我捌去装个一直去访问去参观农民，你种土马豆安那种，马上第二问题，因都是氮肥用少些。氮哦，氮肥，氮肥用少些，因为氮肥啊多，病毒外来。因为咱上普遍农民，你种土马豆你也看，第二你看长，免啊咋讲伊个氮肥少些，肉啊呢，哦个。一过去，像一个头颈啊型，你啊看头马刀啊，血啊凹起来，这代表讲蛋白上济，蛋白上济白到我来，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针对讲要减低这个氮肥使用，啊，其实头马刀的特性呢，蛋白呢，伊的用量是钾肥的低于二分之一。哦，钾肥它是这个头马刀上重要的肥料。嗯哼，你啊。钾肥用有够，你这个病几乎没有。但是咱宜兰呢，我等下拄到一种病呢，目前无得克服。但这个病别当年发生叫做晚疫病。嗯哼，咱晚疫病拢你咧治个死过。怎么呢？好嘿，即摆好安跌落哈。对啊。啊，无落好，这个病就袂话。这個、病别讲当年发生诶，几年也一届。啊，所以宜兰的头马刀呢，你主要这个肥料要放个丢。你就病绝对袂坏，假如咱人身体利用不会有病。我即个产地嘛，要大粒的细粒头发多，我甲大也毋捌抓过药啊。嗯，啊，我即个钾肥甲氮肥，你讲钾肥应该氮肥的一倍，就是灌出一倍安尼哈。一倍。啊，氮肥常常大概用量用伤济，迄是虾米？迄边安那准则？这就是讲爱知迄、那个，咱一般农民我甲问，因就是讲。咁咪讲啊！你一分地坑瓜子肥，他还讲不出来。哦，就是讲他没有概念，就讲啊，看落呀，看落呀，那是不对的。嗯，肥料量跟施用法这个要非常重要。嗯，讲头马豆你地一种基肥，未种以前一定爱拍肥地，这叫做基肥。基肥原则上你用43号啊就好。嗯，43号啊，就氮磷钾15%、15%、15%，啊有加一个镁4%。嗯，这个肥地一定爱放，因为呢，咱这个台湾哦，拢是说亚热带地方，雨水侪呢，这个镁甲钙是容易被流失。嗯，啊，一般的流失最严重就是镁。我嘛，阮那边厝边也冇人种，头马豆哇，规丛安尼，镁缺乏症就是，叶啊萎去，但叶脉要青青。哦，迄就是青霉症，但你青霉症呢，甲买下来要救，都爱用喷的。我老去看的肥料，微量元素你来喷，但青钙就无救了。这一定爱肥地来拍好，尤其咱啊用水产来种，头马都这款的毛病更加侪，因为咱的产拢是欠水、铁精管、铁牙管加到被流失或是被这个固定，没有办法。利用，所以这个缺钙症、缺镁症呢，在咱这水产真普遍发生。嗯哼，所以你要种头马豆的时候，就是讲肥地要拍好，这个用43号啊呢，一分地差不多40至60公斤，啊，黏土你就肥料较轻的，较沙地肥料较重，这个肥地要拍落。嗯，拍落以后，你再来种头马豆，啊，种头马豆呢，种了呢。大概是10至14天左右呢，在上边放一撮尿素，还是放一撮硫胺盐啊。哦，头马豆尽量你卖用尿素，因为尿素会哦，这个叶啊呢，细胞膨大。嗯，这个叶啊会变了进水，会变进薄，病菌容易危害。嗯哼，所以咱爱用硫胺，卖用尿素。啊，你这个。种了10至14天中间，放一束啊硫胺个边啊，这个硫胺这肥料你免带，放个高面就好，因为氮肥在土壤里面它自己会移动，嗯，会移动，啊，放个脏边差不多是2公分啊3公分为个放起来，嗯，啊，这个放了的时候，你把个头马都担加这里，第一趴花出来，看这个花唔已经要开花啊。迄、那个时间你放一届，这个5号啊，嗯，5号的肥料是16%氮肥，8%磷肥，
12%这个价位，这个放一盖，啊，放一盖了，甲这托马豆一直好大，你中间你拢未使阁放肥，哦，放甲托马豆第一趴好的托马豆滴慢，嗯，遐才开始放肥，啊，因为咱的肥地泡有够啊，嗯哼，阁开花第一趴花的时放5号的时呢，这个肥料已经足好，伊这托马豆长嘞，托马豆粒嘞一大。嗯、因为真侪农民惊讲他妈都大粒大粒，啊个中间个加肥。当然你啊个加肥的他妈都那大粒，但是你蛋肥伤济，他妈都大粒无唔对，但是你肥到我来。嗯嗯。所以你个试看，你个种这个，照我讲43我做肥地，第一次追肥，哦，一束啊留安放个边啊，迄是10天至14天中间，即要第一趴花出来，用5号啊。甲放一下，这个我放的是，你要放了10公分，长边10公分，但爱溜，肥料一定爱带落土地。咱真侪农民肥料在夜里高面咧，肥料浪费太济。你啊夜里土地利用率达到65%，你啊高面咧，大剩20%、30%呢，剩的拢浪费掉。会老掉去是不？不是，这个氧化。哦，氧化。咱这个氮肥碰到空气，它会氧化变成阿摩尼亚。就是氨又跑回空中了哦，所以咱肥料一定要带，带落土地。啊，这肥料免济哦，咱有肥料讲，有农民无习惯讲去用钱的什么物啊？我用我的经验讲一下，你第一次会放迄个盐啊，用两支枕头啊，捏一束啊盐啊，甲放个旁边，安尼就好啊，两支枕头啊，迄两条。那煮菜盐盐灰啊，哎，安尼就够，就很够了。嗯。啊！你甲这个我讲，拄啊要放五号，这第一趴会出来。你用三支枕头啊，提8把。哦。哦，这因为迄个五号是规粒规粒的。嗯。甲提八把，你甲这10公分外呢，甲挖一坑，甲落来个土啊砍落。嗯。因为这个肥料呢，化学肥料呢，一定要甲土壤接触到好，尤其是磷灰甲钾灰。磷灰你放你高面，利用率非常低，大部分都是浪费掉。啊、水啦、落雨来啦、氧化作用就拢了掉，所以土壤一定爱钻入土，诶，肥料一定爱放在土内底，爱甲土壤接受，土壤在甲你固定，这肥料倒是袂少，所以迄个肥料较开用真久。哦，诶，唔好咧一个咩咩，只大咩安尼压，那是浪费。哦，这肥料量真重要。啊，你即摆甲这里第一趴花的托马豆的慢啊，迄个你才开始放。放等于第三遍的追回，要阵追回那坑呢？你用盐啊，就是硫酸铵加这个氯化钾，嗯哼，这个加肥，每一个用20公克，20公克有当时啊，就灭咱的手灭吼，你手甲灭啊，你镜头啊甲合我来，砍一条，迄、那个量就超20公克，嗯，哦，啊，你用那滴两丛，要阵丛已经真大丛啊，他妈多啊！两层的中甲挖一坑，规面甲落落，啊甲砍起来。嗯、哦，这里两每两层中甲坑一个坑一个坑一个。是不是有人会想讲，这做搞工的都较不爱安尼做？但是你也你固定一种浪费啊，嘛是迄个工啊，把并无。你想够较了钱哈？啊，因你坑的肥料，农民我咧观察哦，四箱坑肥，啊，每边肥拢坑正当。这个都不对的，嗯，这个浪费太多肥料。你其实应用更加多，你也去真的看，我捌看了内线、外线啊、壮围啊去啊看，大家嘛是他妈都希望拢想旺啊，嗯，无一个无旺就对了，拢 QQQQ 像头颈啊型。你也看他妈都许会 QQ 到他妈都代表你氮肥伤济，氮肥伤济你也气也无顺着，搞好水果来一个，还是向阳出一头的变到我来。病我来得，病我啊！你来怎样啊？哦，所以你这个肥料其实一条肥无特别，蛋肥上重要。嗯嗯，所以你蛋肥一定要减。托马豆的本性，伊一分地呢，一般咱啊用盐释来讲是15公斤啊，换算硫铵来讲呢，伊差不多是30公斤呢。一分地30公斤的硫铵，啊，这里哦做咖喱呢。爱用个35公斤，30公斤用氯化钾来个换算呢，就等于下爱用个50、60，将近到
六十公斤，嗯，用啊差不多58到60。你话刘安是41%的这个蛋白尔，但你用30公斤就有够啊。嗯，但是你发射爱用个用个60%，那伊是60%，也蛋回60%，尽管。但其实他们都本性都是爱尽济加倍。你个安尼照安尼个下，鱼都是袂得病啊。因为加倍本性都是互你他妈都上会用，纤维会粗，吼、哦，这个皮层也高，细胞也较用，所以病菌不容易啊侵害。是啊，吴老师，你讲的这个肥料加啦，或者是氮肥啥些，这都是属于叫做化学肥料，化学肥料。安尼，咱伫咧咧追求的讲，卖卖用化学农药。啊，甲这个化学肥料，拍摄我实在是做两公，我分袂清楚讲，边、哦、啊是化学啊农药甲肥料这个对错。这个哈、哦，嗯，这个现在目前大家观念好像讲，我做听听电视又好，捌听伊讲讲哦，化农药有毒，嗯哼，这个是不对的。今天假使世界上没有化学肥料在用的话，马上全世界粮食就不够了。哎，了解了，因为这个化学肥料其实是无毒的。我举一个例子讲给你们听。我在学生时代，大概民国50年以后，嗯，哦，而不是45年。那时候我们台湾已经政府在鼓励，普通都是用化学肥料进咱的水稻，嗯，拢想用这化学肥料的些。那么，另外去当地，另外三两呢，啊，台斤5000斤，那就足够了。嗯，叫做3000多斤啊，加当3000多。但自迄个民国40几年囥化肥料的地啊，到今仔日，民国已经102年啊，已经几十年。以前的地啊，3两3000多斤，到今仔日已经10万斤。但是将来一切都是用化学肥料。嗯哼，啊，里边啊，搞做化肥啊，有个人就讲啊，化肥啊，可能土壤会酸化，诶，破坏土壤，让以后没有必要做。那今天的水稻加倍以上，现在保留一半，当然地瓜跟那里的品种的改良功劳真大。嗯，但是农民还是用化肥的为原则，所以里边啊，搞做化肥啊，有毒，这个是事实来证明。在人家的这个科学家的研究。的发表也是化学红农药是没有毒的。我举一个例子讲，硫胺是怎么做的？你们知道，它虽然是想说，它其实化学肥料以前叫做人造肥料。人造肥料，哎哦、这个硫酸铵的制作法是从空中，那空中80%都是氮。嗯，因为那一般的自然界这的臭啦，各种的暖气都会变成阿莫尼亚，变氨，那、嗯、的。对，臭油香味那种，会往空中飞，空中飞就是那个就是氮。现在科学技术从空中抽这个氮下来，再加硫酸，就是结晶，就是硫酸铵。嗯哼，硫酸就是这样做的。尿是也是从空中的那个阿摩尼亚的那个氨把它抽下来以后呢，加碳酸再加水，就是变成尿屎。那这个尿素就这样，不是说什么有些人讲什么用食物有什么提炼，不是，完全不是这个问题，啊。咁也是时代不同款，那个做法如果豆豆能够改变，但是原则就是这样，原则就是用天然的这个氨，嗯哼，在氮为，因为空中太多了，空中的氮占80%，嗯，哎。安尼，老师，那像讲哦，有一挂伫咧实做的人，因感觉讲，就是连这个化学肥料都不爱用，那像度假伫咧讲种他妈多些啊，嘿，也足困难的咯。安尼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因为咱这有机肥来的这个钾肥的含量，没有他妈多加是无够，无够。啊，伊的这个有机肥的缺点就是伊氮肥啊，收管，嗯嗯，所以他妈多变进水。嗯，啊，其实有机肥呢，有机肥料来用的菜园非常重要，这是不能没有化学肥，也没有有机肥料一定来。但有机肥料的功能呢，它改良土壤的物理性跟化学性、生物性，比供应肥料的功能还要大。这个大家一直得讲，那讲，咱一般你讲啊，这个产金肥。
代表讲伊有机质真高，到最后真肥。哦，哎，就讲啊，有机质的土壤内底其实真肥，外肥都真肥，5%都已经足够了。嗯哼，但有机肥料在土壤里面含量达到5%，代表这土已经足肥，足肥的土你就真好种作。嗯哼，啊，其实作物每样作物食的菜不肥料无同款，所以爱肥料你还佫加害。天然界这个土壤还是不够让这个蔬菜伊要食的物啊，嗯，啊，这个用化肥料绝对是无毒。安那讲啊，氯化钾是这个氯盐内陆的这个有时候产盐区呢，它自然就有产这个氯化，氯化钾酶，嗯哼，它那个酶就管了，一个酶去掉，就是变成氯化钾，就是从叫做陆地盐区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什么特别怎么造啊，这个过磷酸钙呢，一部分是用这个自然界的磷矿石去磨，但大部分目前来讲呢，是从这个海鸟粪的化石，诺鲁现在是世界还是这个产磷为最多的地方，这个国家的磷为完全是澳洲跟他全部把它买了，他采矿送回澳洲去磨粉啊，在你要加工以后，嗯哼，所以这个不是什么特别什么化学原料造成回来，不是，都是天然界的东西，在经过人工把它整化，因为有时候那天然界还有其他的养分，它一定要把它去掉，嗯，磷回它就给它磷回，钾回它就只有钾回，其他要去掉，就这样而已，嗯，今天非常感谢吴锡富老师会当来带来这么宝贵的一些自己这么多年种作的经验，其实你教的这些东西我感觉对很多人来说应该是会想说啊，这样他刚才在种作什么，他要再进一步要对问的，啊，不过可能今天的节目只有一点钟，其实是不够，不够学不够啦，所以老师你也现在都要有在开课是吧，都会当像接触到这些专业的学问，因我即摆迄个日和基金会，因即摆拢无开啊啦。哦，啊，我是伫即个宜兰机能发展协会来对的噶。嗯哼。但是拢，咱也拢有趣味哦。你来我厝的，我随时他甲你讲无问题。因为我俩真希望咱的农友呢，大家安尼爱甲即个有做农友的问题，爱去认识怎么来。减少或是把它放弃，嗯，但是不要误解反对用化学肥料，这是不对的，嗯，这是才是正规的方法。还有我刚才讲番茄没有讲完，哦，呵，那番茄人家第一爬灰料是利用20公克跟20公克的氯化钾盐啊跟氯化混合加下，啊，即摆每以后到每20天，同样用盐啊。20公克加氯化钾呢，混合，你甲放过这里，即摆换放你市场的中，变你放中下甲胃康甲带落。哦，嘿，这真要紧，肥料有带无带，效果差真济。嗯嗯，哦，爱不会浪费。其实你个看这肥料用的不多，用的不多，不会浪费肥料钱。你啊照这个标准来下哈，我甲你保证，绝对唔免抓农药。水当当，我妈都足用啊！我爱赚，你老出面来，我参观，我嘛要有。嗯，哦，啊，即话讲补充起来就讲，啊，细了他妈都进化个无万款，细了他妈都就是讲，煮拍肥底加清凉中间专用43号啊，就好。哦，哎，专用些拢卖过用5号啊，用亚麻啥咯？因为细了他妈都无停的开花，啊，伊真是要这开花跟你磷肥有密切关系。花要健康，未落花，哈、哦，授粉也正常，需要磷肥。嗯，所以这磷肥随时在供应这里卸了它。不见过他妈多少在，这卸了他妈就不停的开花，不停的结。所以主头干尾，等下用这项肥料，43号啊就好啊。嗯，哎，啊，每遍利用20公克就好。老师，你对这些数字的能记得这么清楚？啊，我自己种都拢有自己，我拢开始种拢有钱啦。嗯，哎，啊，用钱得改用手来垫，因为农民无多垫来过啊钱啦。嗯嗯，所以手垫啊下几届，这肥料爱都有够，用这真实用的方法。对，这种功夫。
11:41啊，咱继续哦，来，嘛是老师先休息一下，啉一嘴茶。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呀，动动脚呀，请做深呼吸。经过这些这首歌曲健康歌范晓萱的算是成名代表作，小朋友跟爷爷一起健康这个跳这个健康操，这个咱今天邀请吴媳妇老师来也是有关系，因为吴老师真想要把自己这些农业的专业传承下来，也是在说真的，现在在宜兰有越来越多少年人来在学舞龙，吴老师你也有发觉对吗？你也有感觉对吗？这有让你感觉真有希望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咱这个政府也在推动这个像定的飘鸟计划啦，各种年轻，现在问题这些少年真有趣味，但是问题就是他的农业地是不够。咱台湾有一个普遍，我在上课也跟他说，大家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把农业看得很简单。其实你要做到赚钱养家，你要有，尤其是现在要有相当高的农业基本知识，你才有办法去经营高品质、没有农药的这个价格高的这个农产品。我就来介绍的讲，咱普农，我都要讲起托马多，你教的下哈，我跟你，这是我经十几年，我从来托马多唔捌种过药啊。但那把抓熟了，糖啊来吃，也托马多粒来吃，就用熟了困就好啊。迄是一种，迄个做甜菜叶哦。全部糖啊，托马多粒吃，嘿，因为苏力菌呢，这类一种生物杀虫剂，本身是一种细菌，荷塘加类，迄、那个塘的这类合作来的内脏，生病啊就死去啊。但一死较慢，作为农民无人爱用，其实是真好用。你最近慢一工两工，你查你甲看，啊，抓过药啊，所以困的塘加类都要显现啊。第二工都拢未叮当，过日才嘛赶快。所以这里要真好，这里要抓类24小时，咱人都会使搬来吃。尤其是现在即卖菜刀甲面刀啊，菜刀面刀糖上只叫做豆虾面，就你啊看糖种糖呢，会甲两个刀给夹过来，砍丝哦，糖转落在刀下食。这款属于鳞翅目的害虫，这个苏力菌的特别效果，针对鳞翅目种牙哦，那就分白蝶这蝶类嘛足有效的。啊，种牙呢？巴肚大大，食啊细细，无啥会飞鸡鸡啊！迄款叫做鳞翅目虫，苏力菌特别有效。所以这类的牙类的物啊，咱甲抓这个苏力菌效果都非常好。而这类生物杀虫剂，所以就讲来的是细菌，让昆虫吃了它生病，它就会死掉。所以对人呢没有什么毒害，24小时后就可以采收。尤其咱闽南菜刀，咱那达刚爱办的是，这是真。真重要的，这里有做防治方法。我这个讲高丽菜，种高丽菜我嘛拢唔免抓药啊。起码咱啊好天哦，一下飞来哈，你就甲抓熟来困起来都拢清气。但是平时咱这寒天呢，依然都是这里有做野孽虫，那个恶菇啊，真济。食家呢，叶啊像芒啊，尤其小白菜，食家拢免食。对，但这个都是爱用什么方法？咱就先讲高丽菜较重要，因为高丽菜种的啥？你要种高丽菜，种滴种菜果顶嘛，照样爱肥地43号啊，拍肥地，用差不多50一分地个公斤，一边讲就50公克的这里43号啊，都压落肥胶胶以后，你种过来种落时呢，市场中央的中央为你个位置看个压挂菜，还是小白菜？坑几坑4、5粒吧。市场中的每年一坑你就给它压起来，每一坑你给它压起来。以这个高丽菜，这边开始挖起来时，要一礼拜、两礼拜时，中咱压的白菜还是挂菜呢，已经伊就大起来，真大长。这个野孽虫呢，伊也变来吃菜时，尤其是这是十字花各位最大害虫，大量居然。伊会先去吃挂菜还是吃白菜？伊未来吃高丽菜。啊，绝对未来吃的，伊对迄、那个即、這个白菜甲瓜菜特别趣味、哦、所以即个菜海去吃，你就不管它了、你瓜菜，迄个咱的高丽菜伊未来吃，
有当时啊，你讲啊，看虫遐尼济，无你啊，抓只农药甲害死嘛嘛紧。嗯，哦，就讲我种迄排诶，迄个白菜、瓜菜、地好食遐个菜，我就甲你抓只农药变虫诶减少。无你啊，讲我嫌歹用农药，加去喷着边啊个咧菜，你就不理他，都可以去吃。吃到完啊，你得个野，叫做地面完啊菜，哇，迄虫食啊紧，你就各个边啊各个野只治，可以个出。所以维持迄个害虫去食中黑白小白菜甲挂菜，即农业上叫做诱食法，就讲我引诱你是来食，啊，咱主要菜咱搞好，各类菜伊就袂来食。嗯，你青花菜、各类菜、芥末啊、心，芥末啊，即拢深绿色的，即款菜中你个也浅色的，即系十字花科的菜、挂菜。小白菜，啊是头茎啊菜，因为迄款季节熟，你个呀，伊会去食，伊未来食这个青花菜甲各类菜，他不会。哎，啊像你个冬皮啊，冬皮的这个盐的虫特别爱食，这个我目前要不到百分之百控制，但是控制方法就是讲，你个呀挂菜做，伊对挂菜佫特别趣味。我甲试过有小白菜甲咱的冬皮啊做伙咯，平平两行拢甲你食。啊！你啊个也挂菜落，伊对挂菜比当边啊更较趣味。伊会伫来食当边啊，会出错较少。嗯，我那会啦。但这个当边目前我是，你若趣味人，他找我，我互你试用，我有家己研究草药啊，用咱普通的草药创汁，这个抓效果也是很好。目前我较做的是这个经验。吴老师，你迄你规个安尼建造的环境，别说是一个足多足多的实验室、实验室安尼，家己拢定定伫咧试，希望试上有效啊、上新的方式，啊，卖用化学农药安尼。对对对。哦，啊，而且大家嘛随时催你，你拢有用啊。拢你做，哎、欸，我都拢你做。嗯，因为对一般务农有兴趣的人，或者是讲都务农安尼，遮尔啊侪年，可能规半世人拢是做农来讲，大家吸收。钓的这些一寡常识，一般可能是、像什么人倒修补安尼，对吧？吼、啊，一寡常识，哪讲有机会当更新一下，会当增加一寡新的这个看法，加入啊，综合一下交流一下是有需要的。对对对，这个相当重要。哎、但是拜公定来去甲互相农民讲，你用什么油啊？啊，你就无多进步啊。哦，啊，平时册爱看资料，咱农业的资料真多啊。比如讲，多一方面，像吴老师你，像较早来讲，像我较早平时要看《丰年》杂志哦。哦，《丰年》只是真有名，农业的知识增加真济。哦，啊，这个我目前咱就讲农业公司嘛，有一寡盈利主要，伊内底嘛真济农业知识。嗯哼。哦，啊，加一寡《丰年》下来，底后要卖一寡农业的册，嗯，他去也改变，嗯，真济。但是这个。台湾这边，因为咱囡仔嘛，真济伫台北蹲来少年想要工作，我捌电视看伊介绍， yeah. 但我听因讲话就知影讲，因基本农业的基础无够，嗯，所以用这个西推呢，你就进慢，因为问题你唔知伫倒位，嗯，哈、哦，这个土壤的问题、肥料问题，尤其你要种他妈多，甲肥料足大关系，哦，我举个例子，我伫回记。他面咧有一个水，叫做四龟窟，结果四龟整个垮掉。嗯，结果垮掉，因咧签收查无原因啊！啊，我派地下钻过，我来内证，我因讲做这个四龟钓的病毒，其实我甲调查起来，伊是车棚症，棚无够。哼、啊，我甲做试验互因看，用棚，迄、那个农业用的棚沙甲抓落，水马上恢复。哦，但是西瓜会生真大了，我也开观摩会，他们就相信了。嗯、就是因为盆，就是微量元素就那么严重。嗯，一个盆就把你整个西瓜的西瓜区本溃，整个垮掉。你讲这微量元素，这个是一个哦，这个学问啊嘛，系啊。但是讲简单，微量元素的这个来源哦，你就是讲一定要放有机肥，怕肥底时我都未记来讲，他妈多啊好。过滤材一定要拍肥底，就是化肥料加有机肥啊，同齐放。嗯，有机肥目前咱无像古早咱讲放
这个堆肥哦，现在已经无法度家己安尼做啊，拢是商品用的这个有机肥料，就讲去农会啦，啊是这个肥料行去啊买啦。迄款的肥料用人工合成的，哦，伊完全用天然材料，没有说上面它有说明。但是这个肥料的纤维是没有像古早那你做的堆肥那么高，所以伊这个土壤改良的这个功能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但是它的养分提高了，因为它比较精致，所以这个买这个有机肥料你一定爱放。一般来讲呢，放300公克至800公克这个左右，就一平方公尺。哦，咱用小面积来讲，口水一分地就放300公斤加800公斤，不要超过这种浪费。嗯嗯。哎，啊，由于像你种刺瓜啊，有机有机肥瓜重要。哦，啊，我顺续我跟你讲，这个刺瓜啊，哦。这个米安那讲，咱免抓药，器官毛发都免抓药啊，龟棚啊一大堆啊。但龟，这个我的调查，咱宜兰的龟棚啊，吼，拢伫春天的时候，甲这个上早八五月中，一般拢伫六月中开始出来。嗯哼。所以你这个立春后，你开始养这个小黄瓜的籽，啊，刷栽二月底啊，三月初刷栽，刷栽后35天。小黄瓜就卡慢了，所以拢差不多伫四月中四月底开始办这个小黄瓜。嗯，小黄瓜一直办到五月到六月，这中间拢无过行啊！你免怎样，你不要管它。哦，真正唔知啊，就过来转，你根本都唔免个转。啊，佫一个问题了，假使五月那个真久无落雨，过行啊就出来。啊，雨一直落，过行啊是未出来。嗯，啊，即摆过行有啦，发一两只出来。有那五月初停雨，啊个龟棚出来，过来个雨过来，伊龟棚个无去。但这边那黄子，你去买黄色贴纸，就是讲你个形容袂将叫做浓妆脸，啊，浓妆脸。伊名以前咪就是那个浓妆脸，因为这个龟棚会起黄现象咯，黄色个面也中外，哦，爱创点脸颊哩顶头，啊，你个买哦，伊个贴开就，伊脸颊拢创好，你个掉。你差不多啊，要五公尺、十公尺，个吊起来，安尼遐鬼棚就装去装迄个、迄个、迄笼中点，所以你嘛拢免转药，哎，这是一个小黄瓜的方法。吴老师，你闭关伤济啊！我今日节目哦，实在不够用。希望伫秘密之音以后有机会，咱定定会当请教吴老师，讲到咱宜兰这个农业大县啊，做者农作物，真济大家当学习的这常识知识，希望会当继续阁邀请吴老师来节目中。咱今日非常感谢这位台湾的驻外农技团农业技术团，伫国外35天，即马登来咱宜兰啊，马龙随。是伫拢要伫咧实验的精神，啊，遮然后热情要来传承，互咱后一代，互咱这个所有种族的这个农民，大家互相交流意见。吴老师，实在足感谢你的，又够足侪话想要讲的，对吧？无，时间够，时间够，实在是足可惜的，时间有限。老师，感谢你呢。谢谢各位，谢谢。好，礼拜是再去的10点至12点，继续当锁定迷迷之音 FM107.3，咱下个礼拜见喽，拜拜。